戳爆你的游戏。不对呀、啊，这跟我见过玉米。他说下一杆了，这个好难掰下来啊，需要好大的劲儿啊。刚刚没上的，对，刚才没上的。三二一，开始！怎么？哎呀，奶奶，掰掰这样掰、啊。等一下。我这个，哎，刘先宁，这样这样搓，赵月赵月，你看他们也是搓的。赵月，你像个女孩似的，行不行？很难。哎哎，放心，我们再努力。真的好难，加油啊！不是，他比的不是谁多，是谁先掰完那两个棒子。我们给他俩棒子不得了吗？对对对，够了。妈呀，这个太难了！我拿牙啃，我都啃不完。阿姨，够完了，我跟你说。啊咱先找阿姨聊聊天。阿姨，阿姨，你这耳环真好看。阿姨，是我看一下你这个苞米。哎呀，哎哎哎哎！阿姨，别急。不急不急不急。阿姨，你哪人啊？阿姨，你有空上楼下溜玩，咱们上那也有苞米地儿。好嘞，好嘞。阿姨，你跟我聊聊天呗，阿姨。聊着坐着。唠起来了，咋就？哇，阿姨你掰得好快，阿姨累不累？阿姨使不得使不得，阿姨我帮你掰，阿姨我帮你掰，阿姨休息一会儿。哎，阿姨使不得，等我给你扒一下阿姨啊。我怎么扒着这么难扒呀？这样扒呀，行，我再试试啊。哎呀，阿姨咱慢点掰。阿姨你有孩子吗？你喜欢吃炒的玉米还是煮的玉米？我煮的玉米啊。也是女孩。阿姨给你跳舞，我生命还没你久。成功吗呀？西林，西林，舞蹈的味道又把他爱的进化了。不行了，我这个手套我不要了。你们加油呀！哦，阿姨来。Oh my god， 阿姨弄完了。哦。还有一个攥在我这儿，拿好了。